兄弟们呀，迷你世界一共有三个星球，大家都知道，迷蜡星、烈焰星和蒙眼星。对对对对对。最近，很多人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，在烈焰星上坐火箭会到哪里去？好多伙伴都打起来了呀！我先给你们普及一下知识，伙伴们，我们出生的星球叫迷蜡星，我们刚出生。我们在的这个有方块、有树的地方叫迷蜡星，在迷蜡星坐火箭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迷蜡星坐火箭，傻子都知道呀，就是到达蒙眼星。烈焰星的火箭会飞哪里去？我也好奇呀。伙伴们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如果你知道，可以先打在评论区。等会儿我们就揭秘答案，看一下你们猜对了吗？兄弟们，现在我们测试开始。我们的出发地是烈焰星，在烈焰星出发，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会到达我们出生的星球蒙眼星。哦，原因有没有人知道是咋回事呀？你们猜对了吗？原来呀，在烈焰星坐火箭出发，会回到迷蜡星。奇怪，奇怪，真奇怪！伙伴们，你们还有哪些奇怪的问题？可以给我打在评论区。你们不要再吵架了。哎，火箭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？最后，我留下一个问题考考大家：我们开着火箭去虚空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伙伴们，有没有人知道答案？可以打在评论区呀。